百里守约是一个对线能力极强的射手，二技能对线威胁力极强，也可以快速清理兵线，防止敌方多人压塔。一技能有大范围视野能力以及大招位移逃脱能力，是非常难 gank 的一个射手英雄。但这么一位强势射手伴率高的原因不是因为其强度，而是因为选他必输的结果。目前守约的伴率太高了，无论是队友还是对面直接伴，很多守约玩家都快被伴到心梗了。守约这个英雄不像战路英雄一样操作简单，二技能的命中率是非常考验的，尤其在当前版本，二技能有红线提示，命中率更低，甩狙操作更加需要。对于很多玩家来说，甩狙都太难了，外加普攻都是需要的，很多菜鸡守约都抠掉了普攻键，一直二技能瞄还瞄不准，打团没输出，收割也不行，即使推水晶了也还在瞄。换作是你的队友，谁不想搬掉这英雄？除此外，守约的特性非常适合当演员，打团时在后面瞄准，不上前用普攻输出，等敌方残血可以收割一两个头，队友完全没法举报，系统也检测不出来，演你都没话说。目前来说，守约这英雄人气很高，但风气却被一步步带坏，只有官方优化其机制，才能很好地打击这些不安好心的玩家。